心情欢迎回来。今天呢，我打算装这款宜家的窗帘。包装拆开之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窗帘呢是没有附钉子的。那现在就装好啦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超简单的一个窗帘。可以让它在你任意想停住的高度来停住。然后总体来说还挺好的，因为这安装很简单。然后型号的话，就是按照宜家的型号来买，就是按照宜家窗帘，就是宜家窗户最合适的型号去宜家买，就是方便是非常方便。这窗帘就是都是纯色的，它有不同的颜色，但是全部都是纯色的宜家。而且这个窗帘的宜家窗帘的长度是非常长的，长度都有1.95米，所以基本上你回家不用担心窗帘不够长，只是你要担心你家的窗户的宽度，所以要量好宽度就可以了。那这个超简单的窗帘就装好啦。我买的这个是灰色。以上呢就是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请你点赞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你订阅。我们下支视频再见，拜拜。